市高，位于天府大道南端，总占地 189.8 平方千米。2011年，市高镇划归为四川天府新区。2019年12月，设立市高街道，距离成都新市中心新龙湖仅15分钟车程，是四川天府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天来看的这个项目，是万科在市高落子生根的第二个项目，也是配套设施最齐全的一个项目。项目的总占地是3800亩，其中只有1400亩左右的土地是作为建设用地，剩下的2000多亩的土地都是公园设施配套。项目内医院、学校、商超一应俱全。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个小区的一套别墅产品中叠，产权面积是129个平方，赠送实德套内200个平方，赠送花园100个平方，前花园70平，后花园有30个平方。这边是它的两个次卧，都带有了落地窗。次卧外面是一个公共区域的卫生间，整体房子的布局是套四三卫的一个设计。这次入户是一个老人房，老人房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和衣帽间，并且是落地窗的设计。老人房外面带有了30个平方的后花园。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后花园的面积有30个平方，后期可以覆土种植物，或者说打造水泥硬化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后花园连接的是厨房的生活阳台，外面布局了洗衣机和洗衣台，这个位置就是厨房的位置。厨房外面就是餐厅和客厅。这一侧是入户门的位置，那么二楼这一侧是做了一个主卧，主卧的面积有16个平方，同样的是带有了衣帽间和独立的卫生间。这样一套129个平方的小别墅，您爱了吗？关注小王，足不出户看好房。